咱这还不一样吗？说不定你。刚不说那个搞深的吗？但是这个踩在后面上。调声音到哪里面调？这个啊，你要调声音到哪里面调啊？那个板子，这个效果真强，小这个板子挺难，我下来。我那差不多了，就是说。我们就是抄的人家的。为什么我能把这个吸到我们都是？哎，把那个握着的。对对对，这个材料好些，这材料贵好多。这个，它再多一个炮过去，什么好处啊？啊，这个好好看呀！我看下面。这样一放，那个材料，这就很亮了。翻过来，翻过来，翻过来。